哎，京波，困死我了！哎，我说你熬了夜，你都不困呐？哟，乔队长在这呢。啊，那你们聊，不打扰了。京波，别忘了给我换药啊。 他说一晚上没睡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他开玩笑的。开玩笑？你当我是傻子听不懂人话呢？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查房了，你一晚上都不在宿舍，你去哪儿了？你怀疑我？你说谎，别以为我不知道。陈汉云昨天晚上也不在病房，你也不在宿舍。 早上起来，你们两个人一块回来的，你怎么解释？这不值得怀疑吗？我们什么都没做，我真的是有急事，也不方便跟你说。周静波，曾经你跟我无话不说，可是现在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你知道陈汉云他喜欢你，可是你也告诉过我你不喜欢他。你既然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走得这么近？你这么做算什么？你胡说什么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们两个人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以后你会知道的。周静波，我以为我很了解你，曾经我们是无话不说的朋友，可是现在看来，我看错你了。 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不要再说了，我只希望你相信我，不要随便怀疑我。周建波，作为队长，我要提醒你，你这大小姐的脾气该好好改一改了。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周家，无视部队的纪律是要关禁闭的。关禁闭是你做队长的权利，我无话可说。不过依依，我也提醒你，你变了。 乔一，你快下令放了静波，要不然我不客气了。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呀？怎么着？这事你就别添乱了，这事就是因为你提起的，再一掺和还不会让教育我。乔文。 你怎么来了？嘉文，没事吧？嘉文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呀？你当兵了？依依，我先不跟你说这些了。韩云，我今天特意来，是来谢谢你和周小姐的。昨天晚上，如果不是你和周小姐救我， 恐怕就……哎，没事儿，没事儿。你身体没事儿吧？好多了。身上像卸去了一个大包袱，轻松多了。周小姐人呢？周静波，这不现在被关禁闭呢吗？为什么？ 他犯什么错误了？为什么要关禁闭啊？这个嘛，就要问我们救护队的大队长了。嘉文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错怪他们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陈寒云，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让我难堪，你们倒是都做好人了，我成坏人了，你也太过分了吧！乔姨，别忘了，我是你的长官，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再这样，错了就是错了，还狡辩，你赶紧把静波给放出来吧。怎么样，嘉文小姐没事了吧？她现在身体太虚了，我得等到她完全康复，才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嘉文小姐，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不行的。不如你留在救护队吧，等好了一点再回去。就是啊，嘉文姐，你先留在救护队养好身体再走。不了，我已经麻烦你们这么多了，你们伤员那么多，又那么忙，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了。嘉文姐，你就留下吧。静波。哎，别进来，我去看看啊。你嚷嚷什么呢？不知道我给嘉文小姐做检查呀？做检查呢？我真不知道，我绝对不是故意的。你要是故意的，救护队的女兵不得扒了你的皮呀？啊，那是那是，这女兵多了不好带。说吧，什么事儿？急事儿，你不是跟我说了吗？等我这腿伤好了以后，你就给我开个出院证明。现在我腿伤好了，赶快给我开个出院证明，我要回前线呢。真的，我腿伤真好了，你检查检查。哎，不用检查，我知道你的伤。看来你的体质还真不错，主要是你医术高超，当然在家我配合的好。你看这腿伤不就好了吗？金波，我发现只要我们两个一合作，什么事儿都能做好。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打住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看，你看，心有灵犀，我还没说呢，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你要是再说，我就不给你开证明了。你看，你看，我正要闭嘴呢。跟我来。依依，哎，英子，哎，我听说这几天前线打得可激烈呢，我们救护队什么时候上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派我们上前线的。怎么，英子，你想上前线啊？那可不是我们女人该去的地方。依依，我还真想到前线上去看一看呢，这几天。我天天看着很多伤员还没抬下阵地就牺牲了，好惨啊！要是我们去了，说不定能挽救很多生命呢。我知道，可是我们是军人，我们要服从上级的安排。再说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还是在这儿好好休养一阵吧。嗯，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跟团长说一说，以后你就留在我们救护队。好，谢谢你。依依，不用。啊，那我先走了。啊，参谋长。英子。乔依依队长，这是我的伤愈证明。周静波已经在上面签了字了，你再签一个。胡闹，这才来几天啊，伤都没好呢。这你就不知道了，我的体质特别好，再加上周静波医术高明。啊，不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医术都很高明，所以我就提前好了。你要不相信，来检查一下，你看，哎，没事了，真的。就算是伤好了，那也不行。为什么呀？你的腿伤虽然好了，但是伤没有完全退。再说吴团长交代了，只有彻底治好你，我才放你走。这字，我不能签。依依啊，你就把字签了吧啊！我在这再待下去我就疯了，你就把我放了吧。你看这女兵这么多，省得我在这惹是生非的，好不好？签了签了，啊，签了签了。
真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好吧，我签。满意了？经理，想好砖了啊！进来。一，汉云哥，你真的要走吗？一，你不会是来收回你的签字的吧？可不能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那就是把我往死里逼，知道吗？你过来，干嘛呀？怎么了？这什么呀？这个送给你，你要天天带着。哎，这个我不能要，这是你们家传家之宝，如果被你爸知道了，你爸这我不能要，你拿着。我爸说了，这个是留给家里未来姑爷的。你别误会，你说我天天在这儿，在死人堆里打转，去哪儿给他找姑爷呀？这个还是送给你，保个平安。保个平安。汉云哥，我想告诉你，我是真心真意喜欢你的。如果我这么说，你能对我有那么一点点好感吗？依依啊，我们两个虽然是青梅竹马，但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分开的时间很长。在这些分开的日子里，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对你真的没有其他的念想，我只是把你当做妹妹。谢谢你，把我最后一点尊严也剥夺了。依依啊，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想骗你，我也不想瞒着你什么。我知道，不过这样也好，没了尊严，就没了幻想，没了幻想，就不怕死了，不怕了。在这个战争的年代，不怕死的人，往往活得最久。你说，这样是不是也挺好的？你这个还是你带着吧。来，我给你带上。依依啊，那我答应你，这个我就带在身上保平安。别那么悲观。一路上小心。嗯，放心吧。走了。汉云哥，在阵地上一定要当心，子弹不长眼，别硬着头皮往上冲，照顾好自己。好，知道了。陈参谋长，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哎，陈参谋长要保重。好，谢谢。哎，陈参谋长，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啊？等我下次再见你的时候，
我也送你一个什么哈。好，你真的要注意身体，要不然我们都会担心的。好，谢谢。站！报告参谋长，团长叫来找乔队长，需要你们医护人员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什么任务啊？一架美国战机被日军击中，坠毁在日军领地。团长接到上级命令，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去营救美国飞行员。由于美军飞行员受重伤，需要医护人员一名，最好懂英文。乔医师救护队队长，你跟他说吧。走了，别送。一路小心，再见。参谋长保重。参谋长，没事就回来。站！那你跟我来吧。是。我的伤已经痊愈了，我的高烧都退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要不我去给你爬两圈？行了行了，好，那我去看看啊。这帮兄弟好久没见我，想死他们了。哎，你等一下，我有一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讲。什么事儿啊？美国的一架战斗机让日军给击落了，这事儿你知道吧？我听说了，一连长说要派一支小分队去营救这个美国飞行员。嗯，你不会让我去救吧？这事儿啊，我考虑来考虑去，我还是觉得你去比较稳妥。一连长就够了，不就救个美国飞行员吗？至于让我去吗？这是极其重要的人，这是叶师长亲自下的命。既然你好了，由你带队，执行吧。是。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我们小分队需要出一名医护人员，要懂英文。任务紧急，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考虑，谁愿意去举手。我不想去，太危险了。张敏，我就不去了吧。你说那地方那么危险，要是我进了那个日本的占领地，被日本人抓了，那我不就第一个死了？我又不会英语，不符合条件，去了也不会要我。哎，小刘，我弟弟牺牲在战场上，按规定我可以不去。我不去，我不行，我去不了。哎，去吧，不懂英文能去吗？不懂英文能去吗？你别在这儿添乱了。安静。既然你们都不愿意去，那我去吧。好吧，没别人，只有你去了。等一下，乔依依是救护队的队长，她要是走了救护队怎么办？我去吧。不行，你还要给伤员做手术呢。我去。希儿，你又不懂英文，还是我去吧。我去。我会英文，也学过战地救护，我去会更合适。英子，你就别添乱了，你的伤还没好，再说你也不是我们救护队的人，你去不合适。我伤好多了，虽说我不是救护队的人，但我是一名中国人。委员长不是说过吗？英子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比我躲还来得及呢，还主动要去，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会英文，我去会更合适。队长，营救飞虎队员事关重大，再说英子的伤势刚刚恢复，我和他一起去，也好彼此有个照应。好吧，你们俩去准备一下，我们一会儿出发。好，我去拿急救箱。几个？那好吧，大家都准备一下。经理。一路小心。好，早点回来。站住！站！
我这次也许是有去无回啊。我也不是贪生怕死的兵。 我们不是说只要一名随军医护吗？英子怎么样？他自愿来的，他英文好。Hey, kid, kid, help me! You gotta help me! You gotta help me get down here.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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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 Friend, listen to me, okay? You gotta help me get down, okay? Now go get some help. Go get some help. Fuck! Hey! Hey! Jesus! Help me! 所有人，凝聚任务！我们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营救地点救出美国人，要与世界赛跑，听明白了吗？参谋长，我们的具体营救地点在哪儿啊？没有具体地点，到了地方再判断。 参谋长，这么大个地震去找一个美国人，这不是大海捞针的吗？少废话，大海捞针也得捞。是。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I'm so happy. Get out of that tree. Hey, thanks, kid. 你是什么人？我不知道。 Hey, listen, I don't speak Chinese, but look, this will explain everything, okay? Just look at this letter. I'm an American flying tiger. I've come here to fight the Japanese, okay? My plane was shot down and I landed in the tree, okay? 你是美国人 ？Okay. 我会送你去你的部队。 You can help me, right? Okay, thank you, friends. 等等。 但是你这个样子，咱们走不了。我需要把衣服给你。啊。Yeah,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Okay. 哎，我把这让你穿上。对。参谋长，跑了这么长时间都没看见人，也不会走错了吧？不会，应该就在附近了。弟兄们，我们现在已经深入了敌军占领区，随时会跟鬼子遭遇。打起精神来！是。我们。 Yeah, you know,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My Chinese no good. 哎呀，你可真急人。我们送你回部队去。OK。哎呀，你还是没听懂。Sorry,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很近，马上就到了。We're friends, friends. 哎呀，他做什么，小宝？Hey, a kid. 你看。See this? 他说你。 It was you. 他说爷爷打猎打得很好，是吗？像个日本的家伙。哎，我 what are you doing? 我下去看看。
嘿，受这么点伤就唧唧歪歪的。景波，你懂英文，帮我翻译翻译，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美国飞行员。好。Hello, sir. We are the Chinese rescue team. We are looking for American soldier. You can speak English? Oh my God, that's great. Listen, listen, listen. I am an American. Look. I'm Captain Mark. I'm a member of the Flying Tigers. The Japanese shot my plane down and I crashed. And thanks to you.I survived. Great. Captain Mark, you are safe now. Yeah, thank God. I mean, thank you. You know, you really saved my life. Thank you. 你们说什么呢？你就帮我问问他是不是那美国人，我们要找的。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飞行员，马克上尉。马克是吧？马克先生你好，我是189团参谋长陈汉云，欢迎你。Nice to meet you. He is Officer Chen. Oh.哎，别动，别动，别动 ！Fucking leg， 别动，这伤怎么样了？刚刚检查了一下，子弹打进了骨头，需要做手术，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条件做手术。一会儿鬼子就急救过来了，我们没有时间了，简单给他包扎一下吧，赶快撤退。Captain Mark， I will bandage you now. We must go now. Okay, but listen. Before we go, I want to say goodbye to the old man and the kid. Okay? 他说。想跟他的救命恩人做一下告别。没时间了，没时间了，赶快走，这儿不能久留。Captain Mark, we must go now. It's too dangerous to stay here. This is war, no hope for dead people. 静波，你给我原话翻译给他啊。告诉他，我陈汉云知道"情义"两个字怎么写。如果他要拖累了我的兄弟，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Captain Mark.We must go now. Well, they're with the Lord now. May they be blessed and rest in peace.
我是18警团。是，师座，我马上吴团长接电话。团座，师座电话。好的，好的，好，好。师座，幺七三团的侧翼阵地遭到了日军的猛烈攻击，其侧翼就是你189团三连的阵地。三连在干什么？都在吹大将吗？吴成勇，你给我听着，让你的兄弟们给我死守阵地，胆敢后退一步，军法处置。师座，我正要向你汇报，三连阵地失守了。什么？阵地丢失了？师座，日军突破了三连阵地，正要向幺七三团左翼进攻，我是准备带人夺回阵地啊！混蛋的吴成勇，你给我听着，让我夺回阵地，要么提着脑袋来见我。是。他奶奶的！来人，坐，集合预备队，跟我夺回阵地。师座，阵地丢了是小事，您的安危是大事啊！混蛋，什么时候了，还敢说丢失阵地是小事？活腻歪了！给我集合队伍，我要临阵督战。是。快！记得进手术室，快！你知道吗？这就是战争，你逃不开，你也躲不掉，你必须坚强下去。姐姐，这里每天都是伤害，每天都是死亡，我喘不上气儿，我难受。我知道。
那些先生我看了也恶心，可是我们必须坚强下去。你看看这些战士，他们需要我们。张敏，你在这里每晚救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等于是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个日本鬼子，你知道吗？恐惧，它是个孬种，你不能怕它，你要勇敢地去面对它，眼睁睁地瞧着它。我曾经也是从这种恐惧跟死亡中走过来的。我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挺过来了，你也能行。星，快点儿！来人，爬进去！卑职无能，丢失阵地，请师长处分。你以为是论功行赏吗？还抢在前头？我是愧对师长的。你愧对的不是我，是几百名私亭里的兄弟。是。你的事儿，我以后慢慢跟你算。去，把三连长给我叫来，我有话问他。报告师长，我已执行军法，将张道顺枪毙了。你张道顺趁我未战丢失阵地，罪该万死。好啊，你真是选了个好时候啊！你吴成勇啊，吴成勇，你什么时候变成了满张飞了？问都不问就杀害自己的同胞，要不然你就是个活诸葛，知道我会问话，露了马脚才跟我他娘的耍什么计策。师长，我绝不敢欺骗你，是我一时冲动，请师长处分。希望如此。全体都有，原地休息。我得想办法离开。参谋长，喝口水吧，这路还远着呢。给静波送点水去。哎，周医生来了。参谋长，马克的伤口很严重，得想办法。这里是敌占区，鬼子随时都会出现。我也不想这样，但是他的伤口需要处理，如果不做手术会化脓，严重的话会危及生命。我建议我们休整一下，让我有时间把丹片取出来。不行，我们离长沙有三天的路程，必须得连夜赶路，尽快离开这里才安全。但是他的伤口要是恶化会危及生命的。静波，你要对伤员负责，我要对整个营救队员负责。如果鬼子追上来了，别说美国人了，我们所有人都得完蛋。谁在拨动？
方的分。